在地签经八十八年，本土知名的家电品牌社保，为着感谢着消费者常年的支持，对十六号开始一连两天，伫咧嘉义市博爱路二段567号举办着年终特别会，品牌家电十名五折起跳，另外搭配着冷气、冰箱退税，佮有旧换新的节能补助，每一台上悬会当申请着5000块的补助，一透早就吸引济济想要伫咧岁月年终。蔡刚新家电的民众真翁唱歌。新的一年就要来到，本土知名家电品牌社保电器，伫咧今年最后一场的特卖会，在嘉义市博爱路二段567号登场。各式各样的家电用品全面50%起跳，优惠的介绍一透早就吸引真侪消费者上门抢购。民众伫咧现场买特定的洗衫机、冰箱、冷气机。除了可以拿到礼物，还可以以88折优惠的介绍来购买指定商品，另外还有机会可以抽到大奖。为了回馈嘉义地区啊，每年都有举办年终的特卖会，那今年特别提早到12月底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节能补助到12月底结束，3000块加2000块加起来5000块的一个政府补助，我们要赶快掌握这个机会。那申保公司在今年呢，要推出很多多样、多功能的一个冰箱、洗衣机、液晶电视。空调也好，那今天又特别跟各位讲，有一部很棒的一个冰箱啊，它特别为台湾人设计的，增大容量，增大它的一个蔬果蔬的横量，另外又特别设计贴心的一个小物的一个放置的地方，都是为了台湾家庭特别设计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这次的合展、合个展、特卖会，总共有8样的好处，来电你满额礼。抽中你，然后还有玩游戏就可以有特价哦。我想很多的那个好处嘞，大家到我们的展场来看，你会发现你得到更多的一个满足，也可以买到宝，然后赚到宝。本土知名家电品牌社保创立到今88年，陪伴真侪台湾民众成长。为着感谢消费者长期的支持，16号和17号连续两天，在嘉义市博爱路二段567号举办年终特别会。除了家电产品介绍真优惠，另外搭配着冷气、冰箱退税，阁有旧换新的节能补助，每一台上悬会当申请到5000块。欢迎想要伫咧岁月年终采购新电器的民众。前往参观采购。最新新闻，张丁顺、王秀顺、嘉义市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。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